中国的四位大家，分别是数学大师华罗庚、文学大师老舍、建筑大师梁思成、戏剧大师梅兰芳，这绝对是难得一见的合影。成龙和张国荣、林青霞，这是两位大师级人物的会面。左边是卓别林，右边是京剧大师梅兰芳，女神奥黛丽·赫本。图中的老者是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，左边是林徽因，右边是徐志摩、陈百祥、王杰、梅艳芳、张国荣四位在一起的合照。这是一张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照片，拍摄于2003年5月，当时英国海军正在南非海岸进行演习，随军记者抓拍下了这惊险的一幕。这张照片被提名为英国2003年新闻年度照片。